观将手呢，是我们地藏王菩萨的驾前护卫哦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是阴间的刑警哦，所以呢，他们呢的那个守卫啊，也非常的，应该就是说比较肃然，比较威风哦。然后呢，观将手呢是由真选两将军哦。真选将军呢，大家怎么来分辨？就是呢，从他们的脸谱的颜色哦。真将军呢是以红色的脸谱为底，然后呢，损将军呢是以绿色的脸谱为底哦。人家说讲善伐恶哦，这个呢就是来去呢奉劝我们世人呢哦，大家呢在于日常当中呢也是要严刑律己哦。
来，用我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观将手。